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台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05年12月7日，旧历的11月7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中华青年53岁单身男子怀疑太太甲厝边有暧昧，一生气拿菜刀刣对方，检官落网了后，被移交杀人未遂。最严惩啊！中华八卦山天空步道那到假日人潮可聚聚，停车问题造成当地居民困扰。居民讲，若无改善，就要封山禁止游览车进入。新港大同国小得到教育部颁发20000元的奖金，学校是特别举办体育竞赛，营造健康优先无100元的校园。后来新闻头起先哦，来看彰化市一名单身男子怀疑太太公家空军上校，替我在厝边有暧昧关系，是拿菜刀走去对方的厝内哦理论。在冤家相拍当中，厝边是吼扑着几啊刀血安尼插地哦，佮家己打电话来报警察。但是嫌犯被警方抓到了后，被移交哦，这杀人罪哦，刑啊核准。徛在门口监视器翕到惊人的画面。两个人的相拍，菜刀已经去予被害人抢落来，害人的单身嫌犯赶紧逃走。警方指出，53岁单身男子5年前搬到彰化市的太极新村，搬厝以后发现太太甲厝边57岁的单身退伍上校做伙出去耍，认为太太甲厝边啊有无正常的关系，所以定甲单身退伍上校冤家。长时间怀疑说那个被害人啊，跟他的妻子啊共同甚密啊，那29号当天下午啊，因为听到那个被害人要出门的声音啊，那正逢那个凶嫌在煮菜啊，那结果司机啊躲在门后啊，拿着那个菜刀啊，在那个门口啊跟那个被害人发生争执之后啊，从被害人啊争执，然后从背后啊从头部砍杀3刀啊，颈部1刀啊，那因为被害人他是有军职退役的一个关系哈，本身有一个武术的底子啊，所以在被砍伤之后啊，跟凶嫌拉扯啊，事后夺刀。警方表示，被害人单身退伍上校头壳甲颔骨有刀伤，好佳在无性命危险。案发以后，警方马上行凶的单身男子逮捕，单身嫌犯被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嫌羁押禁见。大众新闻中，谢良彰化采访报道。好，过来，这个观光人潮是予住伫个彰化八卦山天空步道周边的居民真困扰哦。搁再加上停车空间严重不足，游客粪扫哦，这车辆是乌乱等、乌乱停。对此，管理员无分哪里，直接管理单位管护啥管处，一点啊作为拢无。每到假日，八卦山天空步道总是吸引满满的观光人潮，不过也带来乱象，不只是无带动经济发展，停车问题更加让当地民众真困难，制造很多垃圾啦。好，变成讲本来是天空桥，即马逐工只要游览车来，都他们真的看得很好笑，阁有人甲司机相拍，你敢知？那个山下那个部分，百姓甲游览车的司机相拍嘞，伊叫伊。熄火，伊不爱熄火啊！是，嘿啊，这一点你一定要去注意啦。因为吼，这个是真好的一个观光景点，可是啊吼，因为它真的没有带来什么钱潮呀，它带来人潮，咱唔是要，咱是要爱伊靠底下的钱呢。了解。那国民党议员不满，民进党议员嘛认为，负责推动彰化县观光发展的城管处是无作为。我会记较细汉时，不过算是足闹热的所在。虽然大家拢去北角山顶，拿来看大好，啊，遐好食的物件、好耍的物件拢是遮，啊，搁一个，处长啊，我不是要甲你讲，啊，你遐城管处头前，那遐稀微啊，你城市观光局，你观光局门口根本就无啥观光，你遐卖店，你若要规划讲
人因咧拢市农会甲市公所遐来甲伊配合，你迄一楼、二楼拢荒废哩啊，拢总我一看，剩两搭未留去个啦。馆长魏明国表示，天空步道乱象确实带来民怨，现阶段伫咧旧历过年前也是无收费，但是乱象也是还佫伫咧，都会佫再建议。好，那既然说我们没有收费，造成这么多的人潮，又造成我们的垃圾其他的困扰啊，又没有来的观光客又没有来这里消费，好、哦，那是不是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配套措施，有什么方案，我们再来研议。管理员白玉如强调，天空步道的乱象，特别是停车问题，若无解决，当地里面已经呛声，要伫假日封山，无阁再予游览车入来。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中华县政府积极推动校园厝顶种地发展热能，充实教育建设经费。但是伫即个校舍的楼尾顶哦，加装太阳能板的安全问题，煞嘛予袂少家长真关心。国民党籍的县议员曹家豪甲刘雪峰等人，就要求县长爱负起责任，袂当全部拢煞予承包的厂商。发电热能也要顾虑到学童的安全，风台过后总是会陆续传出太阳能板互风吹歹去的案例。国民党县议员周家豪伫咧县政总咨询的时阵表示，囡仔万一伫咧学校发生意外，家长吹袂是厂商，一定会吹校长。可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管所属的机关单位或者是校园的安危，任何一个环境，我相信县府绝对责无旁贷。前日有拜托我们张东征议员询问，结果县长的答复是，全交由相关厂商全权负责。但是，伫遮我要甲馆长讲，馆长，咱完全无责任吗？国民党籍议员认为，既然县政府这么大动作伫咧校园种电，所以就要求县长爱签名挂保证，袂当甲责任撒给厂商。保证硬体设备安全外，彰化县政府亦责无旁贷，为兼顾绿能与人民的财产安全，本人为民鼓必善尽监督之责，更保障所有太阳能设备施工品质安全无虞。国民党议员强调，政府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若无万一有料想未到的情形发生，过来要善后就真头大。大专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鹿港东优桂演唱会今年的演唱卡司真强，有田雅、霍凯乐、林中心、陈随意，在二月七十邀请乡亲做伙来鹿港体育场同欢。Introducing our first performance SUV, the all-new Jaguar F-Pace. Jaguar 拥抱艺术行动，全车系迎新价192万起，再享零负担五年原厂保养礼遇。隐秘社区保全规划，独有私人行馆，四季花园社区，2000平自然生活庄园，属于我的无边世界，让健康伴随生活。12至16米电梯豪数，仅限20位层峰人士，收藏最美好的理想建筑。大雄藏峰836-7168。
迎带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十一月初四。根据同税记载，明仔在位公伫食八方，好时是在起九点到十一点，写一个祭祀甲立功。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新港大同国小得到教育部颁发120,000的奖金，是全中华县唯一的校长国小。会得奖的原因，就是学校落实并且发挥创意宣导的方式，透过一个作文、体育竞赛等活动，让学生囡仔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嘛来营造健康友善的校园。新港大同国小学生囡仔生趣味游戏竞赛嘛，比赛班级大队接力。这不是运动会，是学校想出来反霸凌、反毒、反黑教育的创意宣导活动。大同国小的反霸凌活动，把那个静态的很活泼的，用运动会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个大同国小能够零霸凌，能把那个反黑的活动也把它呈现出来，把它推到学校的每一个教室每一个年级，给他们知道什么叫反霸凌，什么叫反黑。我很感谢学校给我们这个反霸凌的运动会，让我们可以学习这个从反霸凌的精神，然后校园里都可以和平，大家都可以和平相处。校长吴美君希望会当跳脱刻板教条式的宣导，让学生伫咧亲身体验当中学着知识、拍在生命教育的理念，营造优胜校园。今年大同国小呢，非常的荣幸参加教育部竞争型计划，获得全县唯一一所国小反霸凌校园补助200,000的计划。所以呢，老师们呢很开心的帮孩子办这样子的反霸凌竞赛活动，让孩子经由合作来学习什么叫做零霸凌，什么叫做不欺负同学，什么叫做友善校园。那么经由做中学作文的方式、日记的方式来反映出来，然后自己sign他的名字，自我承诺之后，相信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把这样子的反霸凌的观念深植在他们的生活中。用立体育竞赛反霸凌宣导，让学生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发挥优胜情操，也为这当中实在同学友谊可贵的所在，知影互相尊重、健康快乐的学习成长。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厦门活动，彰化市国画美术馆目前当地咧展出由黄庆辉老师所创作的各种造型风格手工艺术创作。另外，还有两场亲子的 DIY 活动，欢迎乡亲前往欣赏体验。原本真平凡、无啥稀奇的创作，经过老师卡手精雕，一件一件拢变成为美丽艺术品，让人真惊叹。手工烹作老师黄天辉大力推广手工烹作艺术生活化，即届国卡引进德国雕刻蜡烛的工艺，伫咧国画美术馆盛大展出。第一个展区呢是蜡烛，这个艺术蜡烛区哦。那我们是引进了德国工艺的一个雕刻蜡烛，然后引进到台湾来做一个这个教学，然后呢，希望把这个德国的工艺呢推展给我们台湾的民众，有一个不同的创新的感觉。然后呢，在我们的艺术手工皂区呢，我们有展示了非常多的手工皂。那么它是用天然的手工皂呢，呈现很多不同的一个这个风貌，包括我们的蛋糕皂，包括我们的渲染，还有我们的这个艺术公仔。然后我们还结合了这个整个插画的艺术，那希望大家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手工皂。无论是雕刻蜡烛，或者是艺术手工烹作，拢呈现美感加艺术的气息。精美的作品有500件，值得民众好好来欣赏。从咱的这个一般的这个烹作哈，啊，改做这个非常水的这个造型的这个手工皂啊，包括咱这个王来啦、元宝等等。那而且呢，咱从咱这个蜡烛呢，改做这一个竹雕艺术哦。加咱个欧洲宫廷式的这个蜡烛艺术蜡烛同款，员工呢
啊，琳琅满目哈，啊，手工非常精致。过年喜气的物件，拢会当呢用咱过去所用的这个萨文烹泽，做做这尼啊啊高附加价值的这个艺术创作哈，啊，欢迎大家。创造文化竹雕艺术展展出的时间到明年元旦为止，十二月十一号到二十五号，也有两场 DIY 的活动，民众会当报名参加，熟悉手工烹泽，搁较侪知识甲创作的趣味。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中华采访报道。每年都有创新突破的六港冬游季活动，上届热烈的演唱会十二月七十正式开唱。演唱会哦，将邀请少年朋友真喜欢的歌手，包括田雅霍、林中心、凯乐，也个单随意等人来演出，要吸引粉丝挤爆六港顶体育场。2016鹿港冬游季演唱会将伫咧十二月七十举行，歌手林中心现身记者会，分别表演招牌歌曲《烟草香》《九天》，提整体演唱会来暖心。记者会现场热烈滚滚，鹿港镇长黄进安嘛邀请乡亲伫咧十二月份来鹿港佚佗听演唱会。在地造景吼，啊，就是咱米可白来主持，啊，佮有咱啊鹿港的囡仔吼，咱鹿港的胖胖吼来这里主持，而且咱即个邀请的歌星非常非常的多啊，在地歌星咱有邀请咱陈水义吼啊，唱出咱啊鹿港的这个。伊德路，哎，伊德路嘛，啊，邀请咱鹿港的这个歌星哦，陈水义来唱咱啊鹿港的伊德路吼，啊，佮有咱真侪真侪偶像级的歌星，我相信这一次啊的演唱会啊会造成很大的轰动吼。鹿港冬游季活动进入最后高潮的演唱会部分，活动将伫咧十二月七十暗时六点举行。除了邀请实力派歌手来甲乡亲同欢以外，现场阁准备三千张的毛彩卷要送予乡亲。上大奖有电动机车甲 iPad。鹿港冬游季演唱会会当讲是亚洲上界高潮的代表活动之一，国内外游客将做伙嗨翻鹿港小镇。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讲过了，带乡亲来去品尝彰化市一间顶级铁板烧餐厅，内面有现捞的波士顿龙虾，好食的滋味媲美米其林三星餐厅。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借价最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凯擘大宽频300Mbps光纤上网，下载超级快，无线上网一样快，给你一眼瞬间的极速，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学生独享光纤上网699起，申办就送奖学金哦。
迎回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由文化部指导、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主办的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计划，讲头一季的微电影《家事抑郁》，由凯擘大宽屏旗下的官声优线电视制作，在1月30号嘛，伫个台北光点华山电影馆来首映，深受民众的好评，嘛来展现凯擘大宽屏高水准的影音制作能力。三位老阿嬷穿着战斗背心，举起冲锋枪，准备伫生存游戏内底大展身手。画面一转，三个人想着少年的时阵，伫咧滇缅地区参加国共抗战，出生入死的迄段时间。由文化部指导、国立台湾生活美学馆主办的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英文推广计划，第一期微电影《家事抑郁》彰显国共战争时间生活倾向，以及在他乡建立新家园的时阵遇到的文化冲突和困难。我们置入的是一个这个社区有充满了历史背景、充满了时代这个意义，还有时代轨迹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用这样的真实故事出发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好事。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让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朋友，他们可以从 YouTube 这样一个网络的影音平台去接触到社区营造的议题，那也期待是透过这个观赏之后，他们愿意也可以回到家乡来投入社区营造的行列。这是我们社区营造第三期的六年计划，那家事抑郁是第一部的影片产出，微电影的产出。那我们预计是至少产出12部的微电影，来诉说我们社区发展的故事。社区营造网络影音平台推广计划是用对社区看见真台湾为主题，计划制作12期微电影。后续的十一部的作品以无同风格故事呈现，所有喜欢看社区故事的民众，会当透过 YouTube 岛屿的光影频道观赏，重新认识台湾各地感人创意的人物故事。大家新闻综合报道。天气转凉，带乡亲来去吃总埔伫咧面前现煮烧火火的顶级铁板烧。我跳跳的龙虾，总埔是用上介简单的料理方式，先蒸再过去泡烧。龙虾肉食入去嘴内，肉质真 Q， 充满大海青甜，好真侪人客一食就调的。这个是新鲜的波士顿活龙虾，等一下为你上这一道菜。最佳的波士顿龙虾，放伫个天盘顶完整，加个招牌套餐，就是当食到规尾龙虾。那我们龙虾是采用那个波士顿活龙虾，它来这边做料理。我们是用干煎的，我先首先先煎完的时候，再做焖煮的动作。它焖煮过程中，利用水汽让它的那个回流，滋出它的美味的甜的香气的味道。家主打的波士顿龙虾，全部拢是活跳跳，空温一上来中化，在人客面前现场料理。它的甜度、鲜度特别，还有一个那个海水的味道，那吃起来就特别好吃，尤其是它是活的，那所以吃起来当然跟冷冻的差别很多，尤其师傅的手法煮得更好，真的在彰化没有，找不到第二家。新鲜嫩丝啊，加红带鱼，伫咧砧板顶面，增加金银酥脆，恰恰恰。波士顿龙虾套餐，唔啦，龙虾是经典牛排肉类，嘛选用上盖高级的。我们挑选这个是黑牛不亮的粉丝，算是蛮好的牛排。利用这个牛油来煎这个牛排，它的香味才会提升出来。在这总埔使用上盖原始的料理手法，吃会到实在上盖单纯的滋味。过当看到师傅表演，唔呐食甲真满足，阁是一场真精彩的美食飨宴。大中华新闻林桂英中华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个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哦，共有140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3.6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花椰菜上价50，中价36元，下价29元；冬瓜上价25，中价10元，下价8元。
苦瓜上价95，中价65，下价45；菜瓜上价45，中价36，下价24。菜花上价102，中价94.2，下价91.1；各类菜上价36.1，中价27.2，下价19。包心贝仔上价12，中价9，下价7.5；葱头上价27.5，中价21.4，下价15.8。菜头上价17.6，中价14.1，下价9.5；葱仔上价80，中价70，下价54。青菜上价42.6，中价30.1，下价22.5；瓜果上价47，中价44.2，下价38.7。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哦，北部甲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雨。温度方面，北台湾日时哦高温只有20度至22度，中部地区高温伫个25度左右哦。即波即东北季风伫个礼拜假日会来减弱，水气减少，即温度嘛会来回升，是真适合无安排出游的好天气哦。但是到了后礼拜一个暗时，阁要开始来变天咯，拄到另外一波冷空气的影响，空气。所在低温哦，可能会来到16度至17度。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林桂英，那明仔再同一时间，期待再相会。海博大宽频300Mbps光纤上网，下载超级快，无线上网一样快，给你一眼瞬间的极速，快播0809-009-658，海博大宽频，学生独享光纤上网699起，申办就送奖学金哦。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还在辛苦偷看别人的吗？现在 Super MOD 跨界超进化，让你影音带着走，随时轻松看，一人下载，多人共享，
再送看片金哦，还有免费频道超多优惠，快下载 Super MOD 随选随看 APP， 自由享受不间断。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特拨专线7119440，7119440。